哎，这样跳都没关系的。哦，这样跳都没关系啊，眼瞎了吧你？哎，我跳，哎，来来来，挡我挡我。一闪 ，what？ 啊，给我，哦，네안녕하세요여러분방화중입니다그래이번엔게임로블록스어디오게임이라고하고요没错，今天啊，我们要玩的游戏就是鱿鱼游戏啊，是在 Roblox 上面的鱿鱼游戏。那么我相信鱿鱼游戏大家应该都有看过吧？啊，这是一部非常火的韩国剧，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都有看过吧？啊，有没看过的吗？那鱿鱼游戏里面呢，一共有六个游戏啊，那么规则呢也就不多说了啊，懂的都懂。那么我在 Roblox 上面呢搜了一下 Squid Game。搜出来很多啊，都是关于鱿鱼游戏的。那我们玩什么呢？啊，那么综合评分啊，最高的就是第一个了，87%的点赞，而且人数超级高吧。我们就选择第一个吧。啊，哦，就游戏喽！哇哦，看看这熟悉的场景，这是哪儿啊？啊，这就是我们的大厅呢、啊，上面还有金珠小存钱罐呢，都是钱呢、啊。啊，这存钱罐怎么这么小？哎，我是001号哎，哦，我是001号吗？我看了大家是几号的？哎，怎么回事？怎么好像每个人都是001啊？我以为只有我是黑幕呢，原来大家都是黑幕啊！好吧，啊，那其实呢，这些都是一个个床位啊，啊，虽然说是床位吧，但是我个人感觉每一个床位都像是每个人的葬身之地啊，都是坟墓啊！哎呀。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快快快进去，快赚钱呢，我们赶紧赚钱去了啊，我来这个地方就是为了赚钱的，人越多钱越多啊。哦，第一个游戏，哇，123木头人，游戏规则我就不多做介绍了啊，我公挂靠机票思密达，欢迎来到悠悠游戏，第一关就是123木头人。哎，第一个游戏是红绿灯，去另一边你就安全了啊，不错的，这游戏还有中文的啊。哦，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哎，停，谁？后面没走几步就被打倒了。谁？有谁吗？哎呀，这一把可以呀、啊！停。哎呀，都很稳嘛，啊，都很稳呐、啊。哎，这样跳都没关系的。哦，这样跳都没关系啊，眼瞎了吧你？哎，我跳，哎，来来来，打我打我！哎呦，吓我一跳，我以为打的是我呢。哦，哇，速度越来越快了。你敢打我吗？啊，我是001啊，你敢开枪吗你？你不敢开枪的，我告诉你，我赌你枪里没有子弹。哇！哎，可以了，我还能爬上去啊！我还能爬上去啊！可以，我跳！哦，看看这个小女孩的脸，哦，能站在她头上吗？我想站在她头上，我能再回去吗？啊，我回去！哎，哎，我回去，我回去了！哎，我乱动，来来来，打我！哎，我就知道你不敢打的嘛，你敢打001！哎哎，他们好皮啊，他们还回去了，是什么鬼？他们还回去了，真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些人真的够皮的啊。啊，高级 PS 米达。来了，小女孩来了，哦呦，我站在她头上了。哇，她头发好厚啊，都把我半个身子埋着了。哇，第二个游戏啊，抠糖了呀。哎呀，这个简单呢。用舌头舔一舔不就可以了吗？是不是啊？希望我抽到的饼干图案稍微的简单一点啊！有谁会把饼干给弄裂呢？啊，只要不是手残，是个人都会呀、啊。哦，圆形啊，还好不是雨伞啊，这不简单的吗？这，哎呦，谁呀、啊？哇，吓我一跳，我差点手抖。干嘛呢？还人看我啊？不着急，还有30秒呢，不着急啊，我就慢慢的搞。别挡我视线、啊、你！哎哎，他们故意挡视线的嘛啊！哎，我就慢慢抠，哎，慢慢抠，我挡我视线、啊，你们这些！哦呦，还真的挡住了！哇，你这个人，没事没事，我按照我的这个
潜意识的。哎，干嘛呀干嘛呀，还想当我视线啊？你觉得我能挂吗？我们这边好像只挂了一个人，我只听到一个枪声的啊，那人故意的吧。哦，回来了，恭喜你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哦，接下来要休息了，开始打架了。接下来第三个游戏就是拔河比赛了，我们必须要结盟，在这一晚的时候很危险的啊，要互相残杀了。哦，你看很多人都 站在高处了。我也选择一个地方，我也选择一个地方。怎么这边好多人啊？哎，这边没有人，我去这边。我们有报仇棍的，有的，希望你能活过今晚。哇哇，小心点。哎呦，保持移动，保持移动啊，保持移动。好黑呀，完全看不到。哦，看到了，看到了。干嘛？开始打架了吗？开始打架了吗？来来来来，揍死你，揍死你啊！我们直接在这里把所有人都解决了啊，只剩下我一个人。这样的话，我就直接瓜分奖金了啊！杀！给我杀！好还原呐，这游戏居然还有这个环节啊！我以为只是单纯的玩游戏呢。嘿，这小子还追我，你还追我呢？你个猪油，打死你！没有，看不到了，赶紧溜了。还有30秒时间，还有30秒时间，不要慌。哎呦，这里躲了一个人，我看到了。哎，他是怎么爬到这里去的啊？来呀，互相揍你啊！你这人为了保命也是厉害啊！我又来了，我又来了。哎，干嘛呢你？哦，还能打到我的。哦，哦，这人快没血了。来呀，来，来呀你。过来呀，啊，怕什么呀？拔河比赛开始了，我们的下一场游戏是拔河比赛。这怎么拔呀？哦，屏幕上会出现按钮，尽可能的快速按下它就可以了。啊，比手速了是吧？这个我擅长啊，来吧。哦，开始了。哇，对面怎么这么快啊？1000，哇，哎呦，太快了吧对面。哇，这手速啊，擦了擦了擦了。No， 什么呀？对面也太强了吧！哦，就这么挂了吗？再来，重生了啊！继续重生了，怕什么呀？无限条命呢！哇，我才注意到旁边有这个兄弟拳的符号哎，难怪人气这么高哦！这个游戏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只要你到达终点之后，然后再往回走，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这个场上还有好多好多人。抠糖游戏，看看我能不能抽到雨伞啊！我很想抠一抠雨伞。哎，有三角形。哎，咱们去挡视线啊！咱们挡别人的视线啊！好，抠好了。有谁还在抠吗？哦，他们还在抠。哎，挡你视线。哎呀，他们都抠好了。有谁是雨伞的吗？啊？有人在抠吗？哦，这个人，哦，这人是五角星。哎，我挡你，挡你视线。哎，抠啊！我一只脚踩在你的饼干上。哦哦，我成功害死了一个。还有人吗？没了。哇，这一局死了好多啊！大家一定要使劲点呐！哇，我们这一把可以。哇，怎么对面？哇，对面猛超！冲啊！加油，加油！哎，这力量还这个不分上下呀，这可以可以可以，撑住撑住撑住，别摔倒啊你们。哇，这一把，哎，这一把谁都掉不下去吧，别说啊，这把是不是谁都掉不下去啊？哟，哎，哦，平局吗？哦，可以，还站着，不错啊。哦，没死就好，没死就好。哦，这个是真的看运气了。哎哎哎哎，什么情况？哇哇哇，摔下去好多啊！跳跳啊！别推我啊！别推我！别推我啊！跳！哎呦，我差点摔下去！哎呦，30秒时间了，快点！你不上我上了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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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没时间了 ，Go go go！ 快！我猜是前面那个。哎呀，上我上！哎，前面这个对的嘛，来来来来，没时间了，快快快！我直接冲了，我怕什么？我直接啊，没了，不跳了大家都得死。
要被抬出去了，哇、哦，都死光了吧？应该没有人能玩到最后一个游戏，感觉啊。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鱿鱼游戏啊，有好多好多啊，玩哪一个比较好呢？哇哇，这个大厅可以，这个大厅第一次见，很有氛围的啊，马上就开始了，哇，这个人多啊，这里的人多啊，哈哈，哎，号码是不一样的，我是379，我旁边那个人是74，哇，这个做的可以，这个有氛围，哇，这个很棒啊。哎，我看到了，哎，这哦，门开了，前面门开了，哇、哦，还有这样子的吗？哇，哎，这哇、哦，这个可以，居然还有这个场景啊，哇，这个做的好棒啊，哇，太好了，太好了，嘿，我过去，哎，过不去，这人怎么没有符号的呀？它应该是三角形，哇，走走走，哦哦哦，原来在这里走出来啊，哦，哇，这个游戏做的可以，赶紧开始。哎，哇哇，真的是这样子的，这难度很高啊，不讲话的，快跑！哎呦，哈哈，这个连跳都不能跳。哇，可以可以，刺激刺激。哇，我好多人啊！早知道富贵险中求了。哎呦，倒在我旁边。哎哎，就差终点一点点距离了。哇，哎呀，到了，简单呢。他怎么穿了黑色的衣服了啊？我好多人站在他头上。第一个游戏过关了，不错呢，不错不错啊，哇，好多钱好多钱，哇，看红色的都已经挂掉了，哎呀，哎呦，开始了开始了，前面门要打开了，开门，第二个游戏，抠糖游戏了啊，把糖给抠出来，哇，还有自己走的吗？这个可以，这个很像呢啊。我觉得这一个目前是所有鱿鱼游戏中做的最好的一个了吧，氛围啊、场景啊都做的还不错，哎，真的是抠糖。不会这里的门要打开让我们自己选择吧？我选择雨伞，我要选择雨伞，我要作死啊！随机的呀！哇！哎，还能跳，哎，我能跳。坐下了，强制坐下，什么图案啊？雨伞 ，what？ 啊，给我，哦，真的给我雨，哦，哦，哦、oh,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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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真的给我雨伞啊！我一开始就裂了好多下了，哦、oh, 不 ，oh no， 死定了，我死定了。哦，就这么点。哇，不是吧？快点，没时间了，没时间了，我慢慢的点。你给我来搞雨伞呢？你？哎，十几秒时间了。No no no， 快快快！哦不不不不不。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拜拜了，各位，拜拜了，拜拜了。Oh no！ 我不是抠出来了吗？三角形、正方形是最简单的了。哎呀，这叫什么呢？这叫命好，你知道吧？那些人就是命不好，随便一滑，不就滑过去了吗？你看，哎呀，手稳。没时间了哦，我才注意到，啊 ，Oh no， no， 没看到，没看到，哦、啊，好了，哦，立了一点点，可以吧？过关了吗？哦，可以，有立了一点点，但没完全立，好险呐！不会晚上要打架吧？啊，这个好像不会打架呀。
啊，那还行，那还行。下一关就是拔河比赛了啊，开始吧！我已经等不及要瓜分奖金了。我是最积极的，我是最积极的。哇、哦，真的是拔河比赛！哇，这个场景还原的是真的像啊，还要自己走啊！哎，这两边的话是不是就直接分队伍了呀？我去那边，那边好像大佬比较多。啊，好像不对，应该是随机分配的，应该是随机分配。哦呦，哇，这都能走，哇，哇，啊，真的是随机分配的。我要看看零零一在哪里，有零零一在的地方一定能赢。哎，这，哦，力度吗？顶下面应该是最好的了吧？还是上面那个？哦，最上面那个是分数最高的。哇、哦，不是吧？这，加油啊！不要这样子。No no no no！ 哦，没了。我想玩走玻璃桥啊，这运气真不好。哦，感觉我们可以，感觉我们可以。我们可以把对面拉上去，哈哈，哈哈，好了，可以了，对面下去了，哎呀，过关了，人数越来越少了，哦，没剩几个人了，哇，就这么几个人了，只剩下五个人了，下一把游戏是打弹珠的，那么两两对两两的话，肯定会有一个人是直接胜利啊。哇、哦，这个可以，希望那个人是我。我打弹珠还没玩过呢，不知道什么样啊。走走走走走，冲前面，冲前面！哎呀，被超了，没关系，谁第一谁死的最快啊！哈哈，哦，这人还超，这人还超近道，你看，一个比一个快啊！你们两个死的最快。哦，哇、哦，看这个场地。哇，好还原呐、啊！我愿称之为最强，是我吗？是我吗？我不用玩，我不用玩呐、啊，我真的不用玩。那个人是我，哦，太棒了，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啊，五个人两两对两两，肯定会有一个人是直接胜利的啊，那个人就是我。哈哈。天选之子啊！哦，他们两个还在玩呢。我看到弹珠了，这怎么玩的啊？把弹珠给打出去吗？哦，这人两分了。哎呀，妹子呀，加油啊，妹子！打出去，看谁把弹珠打出去的多。哎呀，他一个都没打。哎呀，这下可糟糕了。小伙子，手下留情呐！他打出去了一个，感觉这妹子已经不行了呀。哎呀。输了，这妹子输定了。哇，这个是什么情况？这个人是就直接跟我一样胜利了吗？连打都没打过。没了。哦，这样也不对呀，这样也不对啊，我们只剩下三个人了，三个人走玻璃桥，那更难啊。走玻璃桥最好是人越多越好啊。我觉得我们得止步于此了，止步于走玻璃桥了。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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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走第一。我们现在只剩下三个人，这风险很大呀。走玻璃桥这个东西完全就是看运气的，不像最后一个游戏啊，最后一个鱿鱼游戏是完全看实力打架的呀。这玻璃桥真的是看运气。哇，这个场景，哇，真的好看，哇，好还原呐。但只可惜这可能是我最后一个游戏了。哦、啊，我相信没有人敢走，没有人敢走啊！不、哦、，no， 这怎么走得过去？哇，这好滑呀！哦 ，go go go go， 冲啊，冲过去！哎呀，这两个人怎么玩呢？两个人玩不了的呀，要么你走，要么同归于尽。反正我是不走的啊 ！Go go go， 冲，冲过去 ！Go go go，please， 让我拿第一吧！我会给你的坟钱多烧点的，
快点 ，Come on, baby！ 啊，我本来是想着在走玻璃桥的时候人会很多的，但是我想的太天真了。那个死掉的人还在给我们指示啊，走右边。我就是不走，谁知道呢？这钢化玻璃和普通玻璃在这里又看不出来。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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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情况？哎，你这运气是真的好哎，这都行啊！哇，好了，加油，加油，要快，快点，快点！No no no no， 我不走 ，no no no no， 我们两个都会死。哎，这一把运气是真的好啊！这样都能没有踩空啊！我还想等着他踩空呢，快点，快点！哎，第一名！哦，胜利了吗？哦，我胜利了，我拿第一了。这样都能赢啊，赢了，但其实并没有完全赢。哎呀，好玩好玩。哎呀，好吧，那咱们今天的 Roblox 游游戏啊就玩到这里吧。在这个游戏里面的游戏啊，我称之为最棒了，这应该是还原度最高的一个了，非常的有趣，非常有意思。